一般而言，完成中共病毒疫苗接种是指在最少14日前接种两剂科兴或伏必泰中共病毒疫苗。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刘宇龙早前曾经表示，审视伏必泰的海外及本地数据之后，确认心包炎和心肌炎是它的副作用，多发生于男性青少年。本港接种伏必泰疫苗的12至17岁青少年中，有37人曾经出现心肌炎或者心包炎，当中有30人是打完第二针之后先出现症状，强调不是每宗都与疫苗有关。9月中旬，卫生防护中心辖下的两个科学委员会和行政长官专家顾问团曾建议12至17岁人士在目前的疫情下接种一剂伏必泰疫苗即可。如果有特殊需要接种第二剂疫苗的12至17岁人士，卫生署表示可以继续预约接种。接种中心的医护人员会为其讲解相关的风险，让他们作出合适的决定。